白雾蛇鹰大爆开，枝头上花蕊就像覆盖皑皑白雪，蔚为奇观。其他品种樱花是粉色、桃红色、雪白色花瓣，更是另一种风情。游客驻足，手机相机排不停。我们呢，从台北啊，从台北专程来这边朝圣的，就很漂亮啊。对啊，这里是雪霸国家公园的观雾游憩园区，有一棵高14公尺、树龄超过80年的雾蛇鹰王。自从进入盛开期，游客络绎不绝。的三月总是大开，嗯，哦，今年像这个天气，它可以维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，已经差不多一个多礼拜了，开花到现在。再加上碰到雪山5年来的最佳雪况，还能远眺棱线上的皑皑白雪，假日上山车阵绵延快2公里，一度动弹不得。塞好久啊，塞好久。交通好乱哦，要管制一下。不止朝圣，塞车塞到那个叫雪霸国家公园下去，差不多大陆林到23K那边就塞车了。一大早不到9点，园区的300个停车位马上塞爆。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要大家冷静，花期预估还有10天，可以尽量避开假日上山赏樱，否则过了人数上限就要进行管制，车辆一进一出。为了看上一眼雾蛇鹰王，可得耐心等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